哎，小胖，给我加工一个虾。好，能炒吧？能炒。好啊。红烧吧。红烧。啊。啊，这个也能红烧。嗯。啊，好的。啊。小胖喜欢做红烧类的菜啊，鱼啊虾都红烧。你看怎么烧啊？哦，再放点油。调好油啊。啊，这个虾新鲜啊。我第一次吃这个红烧的虾，哇，掉了一个，好啊，哦，还砸一下，哇，哇，过油。过过油，活蹦乱跳的虾啊！哎，还在蹦呢。嗯。那个蹦的是酱虾。啊、哦，酱虾。嗯。就是比较酱是吧？嗯。哈哈。啊。炸到什么程度就好了？快了，你听着，啪啪的炸了就行了。啊，啪啪炸就可以了。这么鲜的虾啊，这虾就是红烧的事，还有什么别的吃法？还有啊，啊，还有叫那叫什么呢？酱汁也很好。酱汁啊、哦，对，酱汁也可以。哇，好了，过好油了。可以啊，看看那个红烧怎么烧。加上油、麻椒、蒜瓣。啊，我以为你给我用那个辣椒炒呢。别忙哎。啊，用辣椒。进那锅。说着啊，这是什么？生抽。是酱油还是什么？生抽、老抽。生抽、老抽啊，混合一起的。加点鸡精、味精，加点水。哇，炖的是吧？一手指，手指啊，手指就可以了啊。嗯，好、啊，这个简单，这个我一看我就会，学会了吧？哎，这回能学会了，学会了再学费哈。啊，回来我交学费啊，我拜师。我说呢，缺这个辣椒呢，好、啊，再加点蒜，啊，再加点这个洋葱，洋葱，啊，加点洋葱，加点这个青椒。啊可以啊，再加点葱花提提味儿。哦，再加一点香菜。哇，这么多香菜，现在香菜便宜啊。完成。哎呀，这一大锅啊，哇，好香。